水性里。回到苗栗里，清醒呀。苗栗。苗栗，你知道苗栗为啥叫苗栗不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。你是做啥的？我是一名物理老师。物理老师？我看你那物理题啊。你说。一根质地不均匀的绳子从这一头燃烧到那一头需要一个小时，如何用燃烧它来计时15分钟。你好呀，我查车票子。你那座位票我看了子。两张在一块呢。哦，拍死拍死，我不看到了。多谢多谢。你好，我在现实中，这道题无解，做不到。做不到？为啥？要让一小时缩短4倍，唯一的方法是让燃速提升4倍，也就是4个着火点同时在绳子上燃烧。然后呢？将绳子对折，从2头燃�烧，可以产生4个着火点，但总要有2个着火点率先接触，导致燃速减半，所以做不到。行呀，你说一下你要去哪？我要去，我不想说。你不想说，你不想让他换一个问题。你是从哪儿上车？我铁轨就是一根绳子，火车就是一个着火点，火车加减速度是燃速不均匀，你们永远都没法按时到达目的地的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苗栗是道卡斯语，意思是平原。平原面是里海线段的唯一出口。下车吧，里海线段。